可是我觉得你紧张，你讲话的时候，我觉得他那个模糊，就你自己能够报警的时候，因为真的还有唱歌吗？没有啊，没有时间的，没有时间的，真的是很厉害，是我想讲，那讲完了，妈妈觉得没有时间没？没有时间，有多少分钟讲一下？你们还有什么东西是你们想要针对这个音乐会的，就想要先穿新鞋吗？我们要先讲，去把他的吉他拿回来。礼拜六就是我们表演吉他。所以你们派给他们吗？我觉得包装比较好，他们自己带来。包装，如果代表如果冯德伦想要动他的主意。